上，然后再搭火车到云火车站。应该就是那个王大哥都这样子哦。是吗？对，他就有讲，他就搭什么火车。哦，是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好。所以我们现在从这边可以，我们打算怎么走？也太快吧！我们刚才在桃林步道看，嘿嘿嘿嘿，是我们今天的起点，圆山步道。欢迎莅临福圆山步道，这边有两个岔路，旁边都是这种，这什么水仙嘛？也只有这个季节。才有的，它叫什么名字？非常的艳丽，哇！前面还有一丛，超美的。看一下，哦，可以。通常都会在这个斜坡，等一下，比较慢的。同学，一个休息站就是莲花池，最近很高兴，他大人住在那边，过好几个山头过来，还有大榕树。大概是在30分钟，哎，看一下，2.05垂直高度，30分钟。樱花，莺歌百年，6号大榕树，哎，很棒的一个观景台。好，我们向导校长小草哥，我觉得你这两只应该是真的很有帮助。很有帮助啊！我刚刚觉得我很想找到一兔姐，哎，有差啦，真的有差。好，我们神队友小杨哥，谢谢鸭队。然后第一次跑山的只能就叫扮猪吃老虎，跑前面跑第一的，就像你讲，不会流汗，不会喘，不需要补给，你带那么多面包干嘛？面包我们帮你吃，对，我们吃，要分给大家吃的。你看，转过来看一下，然后越野跑背那么大一包，就是那个吧，登终极山的装备。我不晓得，容量买太大了，那时候是为了那个阳明山大动作。嗯，来来，小草哥放下来，快，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，一二三。4、5、6，6根。劈腿？没办法，那就棒式喽，侧棒式也可以，趴着俯卧撑手打直。啊？可以再一根，对。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脚，两只脚上去啊，一起顶啊，就看你核心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很棒啊，然后我就拍照。OK， 我们到了千年大榕树。哦，那边很多车，我们待会要从这条路下去，到405高地。然后这条路呢，就是往莺歌。跟三峡的方向，这是一个很棒的观景台。哦，会冷。
车是比较快干。他是感冒吧？我们今天是走一条没走过的新路，就在大榕树上面这个小径。还北拜说那边有很多，这都是咸丰草、鬼针草。哦，哦咻。这条路没走过，很喜欢，不用晒太阳，路的痕迹很清楚。湿的，对。哇，开始陡坡来了。缝啊，真是好鞋啊，那就直接换啦。可是你登山鞋比较贵啊，缝一下，因为比较好。对啊，谁晓得会不会遇到很糟糕的事。你真的是爬大山，破了，你真的是欲哭无泪。对啊。哇，真的吗？哦，这是几等啊？好，9、7、8号，海拔374，看一下，三等。三等就什么都看不到啊！三等是这样。